今天我们特别有幸的请到了阳光帅气啊，无数女性心目当中最棒的舞者张傲月。傲月你好，欢迎你来到新天地，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。娱乐新天地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张傲月。张傲月是我们武林争霸的一位，相当于是最受欢迎的选手之一。这个受欢迎程度怎么样？我给大家举个例子，今天我们专门有一个朋友啊，为了看傲月，跟公司请了假，请了半天假来见傲月一面。很多很多的女孩子其实都跟她一样，特别喜欢傲月在武林争霸上的表现。从这一个多月的比赛，两个月的比赛以来，让很多很多的观众认识了你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就用一点点的时间来回顾一下这两个月以来张傲月走过的历程。老板，我现在好想抱你一下，轻轻的抱一下。我在牵挂，你也在牵挂，是你引我走天涯。我见过在中国的舞者，我见过没见过这么好的。16年的舞蹈的经验，对，我完全救不了你现在所有的动作，我起码3次毛细管动起来。可以帮一个耶、yeah ，哇，都是这种，但是我耶、yeah ，之前都会这样，但是他就反复告诉我，包括他的老公，在这里我想主要想谢谢他老公莫莉娜哥，他老公也帮助我给我们编这段东西。刚才徐梦轩真的是做到一个好女人的水平，因为是一个好女人，所以体现出那个男人比较高大。傲月，感谢你把一个斗牛舞跳得这么好，因为斗牛很难的原因是它在内在的东西。我一直担心你能跳好，但是我认为你很干净地处理了它的 timing 和节奏。爸爸，我想你，我想你，这思念让我痛彻心底。孟璇是跟你差很级别，不是一个级别的，但能把他那么准确的放在这段舞蹈里边，而且没有一个废动作，没有一个浪费的动作，这个太难得了，不多不少，所有的托举都在情感之内，而且落地接都非常好，已经很完美了。
开始我真的是特别就怕他的，但是我现在感觉到他完全就是已经不会烦我了。刚才跟他接触的时候，我确确实实的对他有反感，因为他的话痨话太多，真的多的让我无法想象。然后慢慢的我就从不了解，到慢慢去了解，从了解再到我更想去了解他，直到现在我感觉我在这个舞台上我离不开他了。